话也要要医师在动脉注射的时候进去哈。那当然也有一些医院他们会发展 HAIC 哈，就是说你做那个栓塞的时候，这个管子放进去是不拿出来的，就放在你体内了。然后每个礼拜固定来打一点化学针，然后这个针就是类似相当相当于那个动脉的一个化疗，但是他就没有做栓塞这个动作。我们所谓 TAC 是最后有把那个血管塞住，而是没有塞住哈。那不过这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其实是目前来讲，肝癌是有标靶治疗哈。那我们知道以前肝标靶的治疗在台湾其实肺癌有几副，乳癌有几副，但是肝癌其实一直都没有几副哈。那传统的一个疗化疗哈，是把那个细用细胞的毒杀治，走的是细胞凋亡哈，透析时的一个基准哈。那把通常会把好的坏的细胞都杀死哈。那标靶治疗就是透过分子的技术直接阻断它肿瘤生长和修复的能力哈。那最主要其实大部分都是用在抑制肿瘤中一个血管的新生，我们知道肝癌是一个血管很丰富的一个肿瘤，抑制它的血管新生，那使它养分供应不足，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比如说类似导弹式的治疗，能够精准的击中癌细胞，但是避免伤害正常的细胞。那我们看这个是一个肿瘤的细胞，这个是旁边的血管的细胞。那当我们一个癌症这个肝癌的细胞其实会分泌一些血管的一个生长激素PDGF、VEGF 啊，这些一个促进血管生长，这些激素如果回渗到附近的肝癌的细胞，它有个接受体在这里，一结合起来会刺激肿瘤本身会越来越大，然后这些血管生长激素也会跑到附近的血管细胞去刺激它，让我们的血管新生的作用会更加强。那血管长得越多，让不死化越好，肿瘤再长大的机会就越来越高哦。那个索恩尼文就是内沙瓦这个标靶药物的治疗就是在博克疗这几个阶段啊，让它的这个血管新生的作用能够减少。那这个其实是在几年前在亚太地区，包括中台湾、中国、韩国的临床试验叫 Oriental 东方的试验发现内沙瓦用于治疗末期的肝癌相较于治疗安慰剂的一个患者它可以改善整体的存活率达到47%那改善疾病恶化的时间达到74%哈。那欧美，其实在欧洲国家也有做了效果的这个实验哈，那发现其实它也是差不多哈，44%改善疾病恶化的时间达73%哈。不过这两个地区的病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收案的标准不太一样哈，在台湾地区，在亚洲地区，因为我们事实上亚洲地区的消化系的医师都比较积极，我们一定要尝试过很多方法，没有 P 做栓塞、做 PEI、做什么什么时候，这些治疗都没有方法了，阿伯认得来讲，不要把治疗留在气矿嘛，所以我们在亚洲地区受害的病人是比较严重的。美国地区其实他们的肝胆科医师他们就领个有病人进来，你愿不愿意参加临床试验？愿意好就来做，所以定功当清清菜菜机会本人还蛮严格挑选机会本人存活率差不多，所以表示说其实有一些这个药物对有些人有效就是有效，有些人就不一定那么有效，所以可能以后临床上就是要找出说到底是哪些人对这个药物是真的有效的，我们才来使用这样子。那当然在临床上我们他做的实验，不管是在效果的实验、欧美的实验或是亚洲实验，它的存活率其实都还是好。不过有一个肿瘤科医师其实跟我讲了，他说那再怎么好也不过就2.3个月啊，以肿瘤科医生来讲，你根本就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标靶的药物其实现在降价，早期上市一颗是2000块，现在降到一颗是1200块，一天知道他建议的剂量是4颗，所以是降到现在的价钱，一颗一天还是要5000块啊，健保没有几副，一个月就是12万。那如果按照他建议吃的六个月，12万乘以6就是你要准备70-80万来试看看，我就是多两个月了，所以肿瘤科医师跟我们讲，这个药其实是要慎选的哈。不过经过应该说经过消化系医师的努力哈，其实健保从8月1号开始给付，这个月才开始给付，
啊，所以其实开始有进步，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在吃啊？因为如果所有的病人都在吃这么高价的药物，健保真的会倒啊。那当然，它就会设一个线哦，啊，它是其实是视线上你肝外的转移哦，啊，说如果是你没有办法切除，而且不适合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失败，所以我们其实台湾地区定的这个条件其实很没，你要做过其他治疗都没有办法的。啊，有肝外转移或远端转移或淋巴结侵犯，而且一定要再 check 不行。然后有大血管的分支，比如说静脉主静脉或者是左右静脉的第一分支，事前审查，这个我们要先送件审查书，核准以后，啊，治疗它是先给你两个月为限，两个月以后要吃的话再送诊一次，然后送诊的时候需附影像资料，而且每两个月评估一次哦，这是健保最新的条文哦，而且从八月一号开始就有给付了。所以很多医院的医师其实已经开始，已经有些患者会拿着那个简报来问你说，你叫我这个药我会当假不？而事实上是有药物的哈。那他的条件当然就是健保局的，然后就是说，其实是要无主，要有侵犯到动脉啊，事前申请他是可以的。啊，当然针对 trial A 的话，他因为有一些不同的 textbook， 他写的 trial A BC 的标准不太一样哦，所以他是针对他的网站，他的标准是这样子。啊，病名是大于3.5，那没有腹水，那 PT Pro 不能超过4秒，好，病人哦，那别病的话是不能超过2哦。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跟各位先进分享几个我们处理的 case。那刚刚介绍这么多方法，事实上我们的病人，我们临床上在知道说，我们病人不会只单用一种方法治疗。是这些方法，会交替着治疗。我们手上可能，我们的武器可能哦有，比如说如果是武术的话，你有短刀有长刀哦，然后甚至有短棍长棍哦，还有是流星镖什么的哦，我们这些武器都可以交替的使用哈、哦。那我们第一个 case 哦，她是一个64岁的女性哈、哦，那她本身的话是喜忧喜食啊，她是因为C型肝炎引起的，那。他来我们医院之前呢，其实是已经在综合医院有诊断过肝癌的，而且是确诊。啊，他做了第一次的那个 IFA 的治疗，在1999年的6月1号的时候。所以他1999年6月1号做第一次的治疗，然后在7月做完以后，隔一个月，综合医院就给他做了第一次的 MRI 哈。那 MRI 他们做出来以后 ，MRI 其实发现说这其实肿瘤还在哈，外面是有包了一圈白白的哈，那隐隐约觉得好像有 tumor vessel 来到这里了。当然，那当然那时候在软装医院的医师跟他说，也许是刚塞完哦，旁边的血流比较丰富，我们再来追踪一下哈。所以就这个电脑断层，其实核磁共振感觉是好像有，还是有个飞手过来，那量起来长度是3.5公分哦，3.5公分其实刚塞完其实感觉也是差不多了哈，因为刚塞完的时候稍微会稍微大一点，那所以到10月的时候，从6月做到10月啊，到医院，因为后来大同医院就开院了，啊，他的女儿刚好是大同的员工，所以就转来给我们看这样子。那我们给他做个超声，其实感觉好像还是3公分哈、哦。那这个是电烧，所以我想他们应该用的是指针，这个是电烧的痕迹哈、哦。我们觉得电烧旁边还是有一圈黑黑的吧，所以即使还是在3公分，表示肿瘤一直没有缩小，旁边还有一圈黑黑的，在超声底下认为说，其实还是有肿瘤存在哈、哦。再换个角度看，还是觉得有肿瘤存在。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检查以后，我们就请外科来。还很小颗，那外科评估以后说可以开，哦，所以这是大同医院开院以后没有多久，就是开了第一例的肝癌，哦，听说还是开了蛮久，因为而且开了，外科是说比亏要错错，因为病人你看刚刚那个 MRI 啊，肝脏其实比较萎缩了，所以残存的肝功能其实不是非常的理想，不过他还是把它开下来，开下来大家发现其实是2.5公分。那做病理报告检查，其实真的还是有残存的一个癌细胞在，所以把它开掉，然后顺便连胆啊这些一起拿掉哈。那10月开刀以后哈，
我们当然十二月隔两个月再给他做拆播，开刀这边已经开掉，开完到旁边，感觉好像有一个nodule跑出来，会看到刀旁边又跑一个nodule出来，这个就很讨厌了。他开完两个月，就好像肿瘤又跑回来了。那同时，这个是 portal vein 嘛，同时伴随 portal vein 肿波形式。不过经过我判断，我们觉得说这个 portal vein 肿波形式不像是癌症的转移啦，因为他开完刀以后，那脾脏那些血流都改变，所以可能是 tuberous 的一个造成的。那给他做一个 CT， 其实这就是 portal vein 肿波形式哈。那所以我们在十一月的时候跟家属商量，然后就给他做一次 PI， 就是这个肿瘤再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针进去，在超过底下针进去，然后把酒精注射，把它杀掉，然后烧完以后，这个肿瘤就萎缩得还很好，就没有再继续变大。那当然 portal vein 的状况后来是慢慢有在改善，所以这个病人目前还在我们的门诊追踪，还处理着。那第二个病人，他是67岁的男性，那他本身是一个我们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医师同仁，那本身安德拉西的体验，那喜忧喜食，他是乙型肝炎引起的，而且在以往曾经就因为喜忧喜食那个好几次的 UV bleeding， 打过好几次的食道静脉瘤出血，做过好几次处理了。那早期都是在高一给我们胃肠科的苏医生医师看，然后就跟着苏医师来到大同。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追踪超音波的过程中，就发现说好像有 nodule， 那就是看到有一个 nodule， 因为有一个 nodule 量起来大概是2公分。这个旁边这个是沟回的，因为它有腹水，所以沟回的长期都很胀。这个nodule就紧贴着这个沟回的旁边，因为肝脏有萎缩了，而且他也不太有医院开刀，因为肝脏真的是萎缩的很厉害，所以就想办法。我们当然给他做个 CT， 可以发现说，那这个是在 artery face 的 aorta， 在动脉的 face， 其实就看到一个白的亮点，它是一个缺，是一个白的亮点。然后当我们 CT 往下看，哇，就是沟回的，所以其实是跟沟回的紧贴在一起。那肝脏、脾脏在这么大，脾脏甚至比肝脏还大。那肝脏其实萎缩到一个程度了。所以大概要开刀有困难。可以看发现说这个是 tumor， 旁边就是紧贴着这个胆囊，那只是它 tumor 的损坏的位置。那我们觉得还是要取得一个病理的诊断，那所以就。其实他一开始就想要自费了，不过我们觉得说还是能够申请健保，先申请健保。因为有腹水，所以我们针抽了以后，针做一个细针抽吸送病理检查之后，我们就顺手就把这个肿瘤把它打掉了，就直接做酒精注射，就顺手把它打掉了，这个肿瘤就打掉了，打完以后就是这样白色的，打完以后，我们这个送的病理报告确诊了，确诊是 HCC 啊，不过申请健保的那个电烧针是没有过，所以他到最后还是自费，所以我们第一次就安排了一个电烧。那当然就是，我因为贴着沟回的就是血开始，真的是心来惊惊哦，惊受着血的沟回，这个算是很高危险的一个区域了，因为紧贴着沟回的，把这个热位烧到沟回，针进去张开的样子是这样子，我。以肝癌跟那个电烧跟 PI 不太一样，我们酒精注射怕有腹水，有腹水怕你打酒针进去穿过肝脏出来没有 compression 止血会不一定哦。那电烧的话反而是如果有腹水的话，稍微可以分担一些热，把一些热分担掉，让热局限在我们要打的肿瘤。那这个张开以后那就定位好一个位置，这个在沟回旁边这个肿瘤。转正张开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开始烧，当晚烧完的效果是还不错，烧完以后照一下，可以发现我整个肿瘤这样烧了，当然烧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空气的产生 air 的产生，所以会有一些 air 的干扰。那烧完以后，当然我们
上隔一个月以后就马上再追踪一次 CT， 看到底烧得好不好。烧的地方在这里好像是有什么，但是就觉得很讨厌的，就是说在阿尔塔在阿特维斯好像还是有一些血管的痕迹在，所以有些地方烧得不错，但是有些地方好像有一些血管的反应在。所以这个勾回的话，感觉烧的地方还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一些血管的反应啊，所以我们在隔年的二月做第二次的电烧啊，但是这是第一次电烧的痕迹哦，会发现其实底下还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比较 hypo 的地方，我们在 echo 底下会觉得这是一个盲流，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烧的比较又更完全一点，烧了三次啊，我们的针是先伸到底下这个盲流。张开以后烧底下这个尿流，然后一路一路慢慢烧上来，连这个上面的肿瘤再给它再重烧一次。啊，烧了这两次之后，这个病人后来就目前来讲，我还在追踪一次 CT， 就烧得还蛮完全的，所以这个病人目前还在我的门诊在追踪。那第三个 case 是一个75岁的男性哦，年纪真的是稍微大了一点哦，而且之前B型肝炎啊，但知道很久没有在追踪哦。啊，我们当然还有一些海的天群哦，啊，他是因为缺失配，啊，或 RU 缺配，所以右上腹痛，所以一开始是先到一大的急诊，一大急诊 X ray 跟那个 CT 一看哦，哇，很大颗，让也没好啊，肝脏有很大颗的球哦，啊，但是这个病人是伴随有发低温的 loss 哦，那来的话，当然那个时候来题目就是很大了。其实残存的肝脏真的是不多了，而且我们发现其实这个 tumor 哦，其实是有应该是有 rupture 过的，原本的 tissue 在这里啊 ，rupture 过又再长出 ，rupture 过又再长出来，其实这边有腹水啊，那以前是不是有出血过？是不是他在一大那时候很痛的时候，其实是已经 tumor rupture 出血了？然后在义大出院，然后因为家里还是住高雄比较近，就来大同医院来就诊了。他们给他量一下，大概是10公分了哈。我这种 case 在以往真的是没有办法。CT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破头位，到这里不见了哈。到底是被 compression 还是被吃掉了，很难说。但是有可能真的是连破头位都被吃掉了，破头位到这里就不见了，连破头位可能都被吃掉了。那我们给他做一个 echo， 可以发现其实还蛮大颗的哈。这个给它稍微定位一下，另外 echo 量起来也是10公分多了，啊，特别去找它的破头位，真的破头位到这里就不见了，破头位真的被吃掉了，所以在以往这种病人几乎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个破头位到这里就不见了，所以在以往大概就是走安宁的治疗了。那在门诊的话，因为他儿子其实很积极的哈，一直想要处理，所以就跟他商量以后，即使那个时候没有健保给付。药物非常昂贵，他还是给他买来吃的，而且他是吃 full dose， 有些人一开始会吃半量啊，一开始就吃 full dose， 一天就吃10颗，从6月开始吃哈。那么吃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不断的追踪哈，然后2个月以后再来追踪超音波，这是8月的超音波，其实大小肿瘤的大小其实没有变化。我们觉得说肿瘤大小其实真的没有变化，但是有一个很让我们觉得振奋人心的，就是说，破头位痛了，破头位好像真的痛了。所以后来再吃一阵子，你就跟他儿子商量说，因为你的破头位已经痛了哦，所以以往好像不能治疗的，现在是可以治疗，所以可以做栓塞，说把它转成高于做栓塞。啊，放射科医师，我那几天做过大，做过大。这么大个他也敢塞哈，啊，真的就，所以血管摄影我们做一下血，这是 SML 有一条血管，右边的血管从这里来，他就先塞这里哈，你看到，他又做了一张哈，看破头肺真的痛了，破头肺也被疼，然后他就先塞这个地方，下面的地方，塞完以后带绕过来再塞上面的地方，所以基本上这个右边这么大个他就把它塞掉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残存的哦，他就说他这次
这边残存的他就是留待下次，不敢一下子这么塞那么多，所以他在十月做第一次体，在做第一期第一次体验以后，隔一个多月又来做第二次的体验，这次就是塞这个没有塞掉的地方，所以后来这样基本上就是这么大个肿瘤，三个地方我们都塞了，都塞完了，塞完我们给他最终一张 CT 哦，里面真的是。也是这个里皮亚都有底盘菌，整个都有塞到啊，啊，皮膜是没透析死的啊，所以塞的效果是还不错哈。那在追踪的过程中，当然胎儿蛋白还是高啊，所以哎，我们很惊讶的是说，他竟然还有办法做第三次的栓塞，就是一些残存的这些小的菌，我们前方再可以试看啊，第三次就这些残存的，他又继续塞啊。所以后来塞得还蛮完全的，最终一段时间。不过这个病人后来是因为年纪也大了，然后有蛋也有问题，所以后来是pneumonia sepsis， 然后就过世。不过肝的问题，那个时候在当时是有处理的，还算可以再继续追踪。甚至家属的话还继续说啊，有机会就是继续再一直塞下去这样子。好，以上是我跟各位简单的一个分享啊，谢谢各位啊。那所以在门诊里面会常常碰到病人会问这些肝癌的处理，那今天设计师把这些肝癌的方法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请教。我想请教谢医生，因为那 Kerry 我知道说就是高危险群，那如果不是 Kerry 的群，我集中打告诉要工上面写出这件事。其实如果本身是没有 B C 肝的话，可能也是每年最终一下没有坏处这样子。那因为事实上我们有在台湾很多本身虽然不是 B K 率，但是事实上是感染过 B 肝后来才复原的。它其实只要有感染过 B 肝，因为 HBV DNA 它有一部分会跟我们人体的那个 DNA 会镶嵌在一起，然后。验不到病毒，其实也不代表没有病毒，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年纪没有不是 VK 了，啊，反而有 B 抗体，应该都不是打疫苗，应该都是感染过的。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要追踪，他的感染的机会还是稍微高了一点点这样子。如果说所有的管控门里面不是 B 系感染，不是 B 系感染引起的，这个。在台湾其实酒精还是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酒精还是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一旦已经进展到肝硬化，每年大概就有3%到5%的机会会转变成肝癌这样子。那大家还没有什么疑问？没有啊，今天的谢谢。